受祝福。读经彼得前书5:8-14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愿权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我略略地写了这信，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西拉转交你们，劝勉你们，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。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蒙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，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。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，愿平安归于你们，凡在基督里的人。嚟到书信的结尾，彼得脑海当中的图画仍然是将信徒想象作为群羊。不过第八节和第九节的提醒就不单是针对群羊的领袖，而是给每一只羊。彼得提醒信徒要小心防备撒旦的攻击。撒旦经常在遍地游行，要寻找吞吃那些毫无防备的基督徒。按照圣经的教导，撒旦真实存在，是一个可怕的实体。他是我们的敌人，经常伺机攻击我们，而且他还有很多乌鬼做他的手下。每一间的教会和每个信徒都是撒旦攻击的目标，他的目的就是要将教会和信徒摧毁。彼得教导我们要抵挡他。基督已经在各各他的山上将撒旦击败，不过撒旦他是试图作最后的顽抗，继续去攻击属于基督的信徒。有些时候我们的生命成了基督和撒旦争战的战场，但我们只要和基督站在同一阵线，抵抗到底，胜利就必然属于我们的。彼得在第十节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，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他精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，神的恩典仿佛好像涌流不息的活水，可以源源不绝的供应各人的需要。彼得仲提醒我们，到了人生道路的尽头，所有信徒都将会得享荣耀。神必保守我们，直至我们进入同他同在的日子。这个就是信徒的最终盼望。不过在这段等候的期间，神必定建立我们。换句话来讲，神除了让我们站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，他更加会赐力量给我们，让我们站立得稳。我们面前的日子，神已经为我们供应了一切，我们还有什么的挂虑呢？我们只可以好像彼得在第十一节所指出的，愿权能归给他，永远称颂神的名。让我们来反思，我们经常会唱奋勇为耶稣这首歌，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我怎样实践这个真理呢？